在大甲镇南宫最困难的时候，当时的科批也站出来替镇南宫说话，所以讲我今天来这，这是认真以力来接待科批。因为我爸爸哈，他早上4点多出发，9点多的飞机，所以这已经事先就很早以前就安排啊，所以科比要过来的时间哦是今天的下午2点，所以他行程已经定了啊，所以我来接科比哈，来迎接他，因为很常上困难的时阵，那当中科爸爸科妈妈哈。伸出了援手，在我雪中送炭对宽宏帮助足济，所以讲今天的科批伊要来大家骂电缆工参拜。其实科批在大甲镇南宫的绕境过程，他参加了2次，还有我们的北朝屯妈伊邀请嘛，伊对妈祖文化，会当讲是甲宽宏同款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所以人之常情，非常自然。来家接待客批，欢迎他的来访。那尤其是在大甲镇南宫最困难的时候，遭受到民进党媒体这个四面八方所有的攻击铺天盖地的攻击，当时的客批也站出来替镇南宫说话，所以对于妈祖的信仰，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的虔诚，不敢快的信用，所以讲我今天来家。这是认真以力来接待科比。